在17点左右，本辖重庆北路二段138号那边有通报一个凶杀案哦。那我们到现场之后，那范闲当场也在现场哦。那被害人当场是在血泊之中。那消防员现场是说已经明显是已经知道我们还是将死者送往那个马偕医院。那现场部分。据范闲讲说，是因为消费纠纷啊，他是称说他喜欢这一名服务小姐，那可能认识了2年，那感情不顺哦，所以他先预藏了一把小兰博刀哦，那对死者大概砍了20几刀，那前后胸都有受伤，那目前在医院，刚护士已经宣告不治。他是说他已经。暗恋他很久，2年了，这样。那今天也是前往消费，双方有交往过还是有进去？目前看应该是没有交往过，比较像是单恋。应该是属于预谋方案吧？对，因为他刀子已经在有爱压他，所以没办法。爱他多久了？你们什么话跟他讲的？这边呢？有什么话要跟他讲？嘿。会不会？